他地方也有硫磺柱，但是大部分呢是玄武岩形成的，它的硅质含量比较低。但是香港的这一种岩石呢是硫文质火山岩，是一种硅质含量比较高，硅质达到76%的这个岩石，在世界上是很少很少见的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一个物理的现象，因为这个火山的物质它堆积在一个破火山口里面，它冷却就会收缩嘛。如果这一个火山物质是很均容的，很平均，它收缩的环境是很稳定的话呢，它就会从这个最上面的冷却面就慢慢往下就拉开收缩的时候，就可以形成这个六方形的硫磺柱。香港是很荣幸呢有这么珍贵的地质遗迹，就是说是全世界100最重要的地质遗迹，我就希望香港市民还有就是其他人都跟我一起去认识了，还有珍视我们这些宝贵的这个自然遗产。